小伙伴们大家好，要说今年夏天最火的综艺就是莫过于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了。这个节目真的是让一大波姐姐们重新翻红了，讨论度和播放量更是 top 级别的，主题曲与无价之姐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，竞技节目也迎来了结束。9月4日的成团夜也是引起了期待，除了大家喜欢的各位姐姐之外，还有大牌云集的助阵嘉宾，相信这更是能够让节目热度更上一层楼。网上爆料了助阵的嘉宾有蔡徐坤、张杰等，而其中蔡徐坤的歌曲《情人》之前也成为了该舞台的选曲，相信这次的到来也让大家很期待与姐姐们一起带来《情人》的舞台，相信这绝对是节目的高潮时刻。对于邀请了这么多大牌嘉宾，网友们的反应就很真实了，褒贬不一，有的人期待看到姐姐们和各个音乐人的合作，也有人表示这些嘉宾太亮眼了，会不会喧宾夺主抢了风头。那么小伙伴们，你们是怎么觉得的呢？欢迎留言评论哟。